第一个动作，选用蝴蝶结夹胸对胸部进行彻底的激活热身，重量依次递增，每组8到12次，最后一组最大重量做力竭。第二个动作是上斜史密斯卧推，在自己的关节活动范围内尽可能的拉大行程，最大重量做3组，每组8到12次。第三个动作，我认为是发展胸部最好的动作之一，就是哑铃平板卧推，动作全程保证核心稳定，最大重量3组，8到12次。第四个动作是上斜固定器械推胸，那这个器械轨迹啊，对于上胸的收缩是非常充分的，最大重量做3组，每组8到12次。高强度训练后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蛋白粉。 MyProtein 蛋白粉超值活动来了， MyProtein 京东618活动啊，买一袋5磅的 IWP 蛋白粉送4包送装，还有一个摇摇杯，并且啊，店铺还给大家准备了大额的优惠券，满399减40，满599减100，我的粉丝还能额外再减10块，那到手的话只要350。定金和尾款的出售时间我会给大家打在屏幕上，26号晚上8点开始，有需要的兄弟啊，一定不要错过。第五个动作是下斜绳索推胸，一个饱满轮廓清晰的胸部啊，离不开发达的下胸，这个动作每组8到12次，一共做3组。最后选择一个中等重量，继续选择用蝴蝶结夹胸对胸部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榨干。相较于开头的蝴蝶结夹胸，那最后的蝴蝶结夹胸啊更侧重于顶峰的收缩，这个重量做4组，每组12到15次。